现在比赛要进入到的是四局的上半，蓝队的进攻，打击区上的是第一棒的贺军翔。贺军翔，侯英雷，有手没有接到。现在贺军翔，最多只能够多推进一个垒包，他只能够停在二垒。哇，结果这边呢，田一令也上来了。二垒有人，第二垒有人，全棒！打击轮到的是第三棒的吴飞，偷点，许谋俊用触杀的方式，本垒这边呢要赶快过来。来，小飞。这一次的打击呢，无非是被刺杀，但是有推荐的效果，把一二垒跑者推上了二三垒。伊尼，看一下啊。不会。打击轮到第四棒的王领浩。啊，往一垒的方向。二垒接到传，往一垒刺杀出局。最珍贵的了，李颖乐这是安打一分的打点，让蓝队又追加了一分，现在是8-3，领先5分了。好球！好！再次回到了贺军翔的打击，三垒手接到传一垒，垒手漏接了。发生了接球的失误。其实这个球你说要传一个弹跳让一垒手接，可是贺俊翔速度又快，你又下跳，所以他只好直接传平飞球。但传平飞球，吴祖辉又接不到。哇，又是一个全香吧！慢低一点，太高。吴飞的打击，贺俊翔在指点吴飞要往哪个方向去。啊，二垒手抛一垒，散，速度快啊！李乐分为本垒再得一分，这次内安打又追加了一分了，蓝队已经是9-3，又要回了原来的6分领先。只是蓝队发生了跑垒失误，但红队没有被抓到第三个出局数。这边呢是贺军翔跑回本垒，再得一分，10-37的领先。林颖乐在打击区上，两出局还是满垒，其实呢蓝队在两出局之后接连着五名打者通通上垒，就是红队都抓不到。还记得这个比赛是有口斗提早结束的吗？也就是第四局，对，3局差15分，4局差10分，要提前结束比赛，再2分。打击轮到了是贺军翔，哇，小美，好，这个球呢是贺军翔自动爆炸出局，第一个弹跳没有超过4.5米的线，是在4局的上半呢，蓝队攻下了一个超大局，攻下了5分，目前呢是11-3，8分领先。红队这边紧急调整了一下阵容，吴祖威先休息，换上了林云熙，16号的林云熙。比赛进入到的是4局的下半，红队的进攻，红队目前是3-11，8分落后。这个半局首名打者是第二棒的胡世安。胡世安这颗球，哇，惜耶！现在啊，对于红队来说，每一个出局数都很珍贵啊。现在轮到的是第三棒的邱胜玉，这个球内安打了，哇，打差哈，拼脚程速度啊！短球是小美的，短球是小美的，领浩你的球，我有这个球。贺军翔啊，内地时间接到，后来降将吴飞也没有能够接到球。
我现在呢，红队有一点点机会了，一出局一二垒有跑者，但是林思雨血池的机会咯，又是林思雨，林思雨打三垒方向，踩三垒，哇，这个观念非常好，无非知道踩三垒是封杀的状态，直接踩三垒抓到第二个出局数了，谢谢加油。好，接轮到第一棒啊，代打林云熙，上来代打胡祖威。左撇子球员，这个小妹球被贺军翔重重接杀。贺军翔感觉刚刚就是在评估他的球会落在哪里，结果接住一把抓。形成了三出局，结束了四局下半的红队的进攻，留下了两个三垒，没有得分了。四局打完，红队3-11，八分落后。现在比赛呢要进入到的是五局的上半，蓝队的进攻，蓝队目前是11-3，八分领先。红队在守备方面呢，采用了再上场的规定。胡祖威再上场守一垒，而在五局上半，蓝队首名打者是第二棒的田一命。一定加油啊！田一命，稳稳的这个小飞球啊，刘思雨漏接了，没有接住。三次成功，像三次安打一样。嗯。李飞这个球又去找林思雨，结果又多花点时间，全二垒也来不及。对，成功上垒。现在没人出局，一二垒有跑者，王炳浩的打击。也是形成一个强袭安打，搬垒，搬垒，搬垒。赢的感觉是真的有一种报了一箭之仇的感觉，大家的团队的那种决胜的那种决心是真的都有的，就觉得很感动。今天精彩程度也相当高，哪一个可以拿到这次奖项，我应该说两队都表现好，尤其是今天的投手表现也良好，在阵中也表现得很稳定，有大将之风。那个人是谁呢？不二人选贺军翔。守备方面、攻击方面，尤其在跑步方面，而且球队守备有失误的时候，他就马上跳出来稳定军心。嗯，这个是大将之风，真的偶像。其实也是我的偶像。我资深的六十岁，我们之棒球赛获胜的是王。